为了让自己更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，在打球的时候注意一些事项。今天我要说的是比赛节奏。请确保你同组球手们在开球时间前到达第一个发球区，并已做好准备。如果你刚开始接触高尔夫球，或你的擦点偏高，你可以是从接近球洞区的发球区开始，这会加快比赛节奏，也会让你更享受比赛。另一个帮助加快比赛节奏的方法是球手做好击球的准备。当你组别其他的球手正在击球，你应该做好你使用的球杆，确保你击球的时候已经准备就绪。请确保跟上前一组球手的速度，如果后一组的比赛节奏比你快，你应该让他们先打。比赛的模式不一定要完成每一个洞，当你知道无法胜出时，可以跳到下一个洞继续比赛。为了加快比赛节奏，你不需要经常为球的落点画下记号，只要不是站在另一名球手的推击路线上，你可以短击球把球推进洞内。请跟随这些简单的步骤，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，并展开对自己的挑战，确保自己遵守规则，使用适合的工具，以及尊重高尔夫球的传统。